本想秀发卡，没想到耳朵上的钻石我的网友模仿不来。最近鞠婧祎在微博晒了一组照片，一瞬间引起了粉丝们的关注。鞠婧祎穿了一件白色的一字肩长裙，显得格外的清纯可爱，身后是一个又一个彩带继承的气球满满的少女心。不过这些并没有什么看点，鞠婧祎不管是正面照还是侧面照，头发上的发卡都非常的抢眼，高端大气上档次，气质又达到了新高度。本以为鞠婧祎只是在晒自拍，看到侧脸照的时候才明白鞠婧祎是为了秀自己的新发卡，的确非常的漂亮有气质，不过耳朵上的钻石似乎更抢镜，一瞬间成为了焦点。鞠婧祎下边的耳环和很多女孩子一样，大家都是这样戴的，只不过鞠婧祎的耳环更精致一些，但是上边的钻石是怎么戴上去了呢？放大看清后，网友直呼模仿不来，为了体现自己的个性与众不同，精致到极点。